大家好，我是奈里，今天要来讲三层零钱包要怎么车。布的反面呢贴上秤，秤的宽度长度是 12.7 公分和18公分，缝缝 0.7 公分。再来准备两片里布以及一条5英寸的拉链，先将拉链正面对齐表布的正面，拉链前缝缝折起来车。尾端拉链缝缝也折起来车。表布车好拉链后，换车里布。然后在表布 0.2 公分的地方压线，另一边的拉链也是一样的车法。
拉链车好后，再来表布对表布，里布对里布，最外层的表里布先车起来。翻过来，在表布 0.2 公分的地方压线，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车法。表里布车好后，面对面往上对折，在左右下2公分的地方画记号。再把记号连起来成一个框。沿着框线车起来。再次把布对折，现在有四层布，中间的两层布往内折进去，最外层的两层布车起来。
另一边也是一样。车好的缝缝可以用烤客漆车，也可以用包边条处理。接着从夹层旁边的那一层翻过去，剩下的两层也是用一样的方式车缝。Thank you.